大批远警霹雳小组荷枪实弹破门攻坚，破玻璃，破玻璃，蹦蹦蹦，门窗同时处理三两下就冲进屋内，上楼逮人。趴下，趴着，趴着。罗姓主嫌和王姓嫌犯在房间内被抓，但还有一人火速往屋顶窜。三名嫌犯被逮，警方随后也在屋内找到被囚禁的三名被害人。这两个应该是被害人。这三名嫌犯在网络上发现有民众想要贷款的讯息，他们随后就将人诱骗出来，拿走存布跟金融卡后，就把被害人带到彰化方院的这栋透天厝内囚禁。被害人遭拘禁的约2至3星期的期间，处所设置监控警报器功能的监视器，那被害人一旦离开房间，就会来触动警报。在台中也有诈骗集团以科技公司当成幌子，实际进行的是博弈诈骗，吸引赌客大量入金后，再以不出金或封锁赌客等手法来诈欺。警方闯进高级的商办当中，主嫌跟女友相当狡猾，采分层运作模式，三层楼内还加装了两扇门，增加了攻坚的难度。但警方有备而来，杀的嫌犯措手不及，将20多人通通逮捕。就彰化台中综合报道。海皇 XO 干贝酱，这款干贝酱呢，里面真材实料。比方说，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。那么另外呢，在这个里面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，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，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。